只有你自己最知道。所以呢，当我们听闻的佛法，你要想自己祥和，想自己时时都在喜悦中，所以我们时时要感恩佛陀，因为佛陀诞生，我们才依着佛法去修学，去离苦，才得乐，啊，让我们离开烦恼，才证到菩提。所以这也就是今天晚上这个因缘，这个机会，与大家来分享我们修学佛法的喜悦。啊，那当然，我本人非常感恩师父的慈悲，啊，让我们呢有这样一个机会，这样一个因缘，与大家来分享。所以我们谢谢。